大家好，我是 Kevin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珍。很多人啊都会问我，周年庆快到了，他到底应该要买什么？你都会怎么买？然后买些什么东西最划算？通常我会买每天要用的卸妆，一定要用的保湿。小珍，那你呢？应该都会买精华一多。这次呢，我跟小珍，我们两个人会组成 JK 二人团，手牵着手，陪你一起度过这疯狂轰炸的周年庆。会在 LBeauty Tube 里面呢，跟大家分享我们周年庆采买的秘诀哦。